金泰亨，对不起，金泰亨粉丝，对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我认真仿妆挑战的第二期，然后第一期我没有想到居然那么多人喜欢，让我整一个人信心大增，谢谢大家。那今天仿妆这位男明星也是大有来头，他的所有的资讯我一直在 follow， 我甚至在看他们的团综，然后他也是慢慢的成长进步，变成了现在我觉得他在南韩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他就是 BTS 的金泰亨。金泰亨真的是太可爱太迷人了，他真的值得这么火，所以说我今天仿他的妆，我刚才讲出金泰亨三个字的时候有一点哆嗦，我怕我今天仿不好。我买了他的同款 DNA 的打歌服，同款的假发，而且今天光美妆还不够，我还会去跳一支他 DNA 的舞蹈，刚才非常的有自信。但是我提前收到了这一顶假发，我刚才试戴了一下，我本来今天很有信心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这顶假发相处，等等真的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的话，大家麻烦嘴下留情。芝芝的超认真仿妆第二期马上开始，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我作为一个混干品的，我早上是不洗脸的，我会拿一段洗脸巾，只要是化妆水就可以在脸上把那一些多余的油脂啊什么的擦掉。那擦完之后呢，我会直接忽略掉水这一步，我会直接去选用一些精华的产品，像我以前就是只单纯的用一些补水的一些精华，但是现在真的不得不服，我年纪真的是有那么一点了，就是人真的是老了，所以说呢，我的护肤步骤里面会加一些抗老化的步骤，我的挚爱欧莱雅黑精华，他们家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修复性很强的二裂酵母。二裂酵母是一个我经常提的成分，但市面上很多的抗老产品呢都有这个成分，但是我觉得是黑精华的这一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它的这个修复功能呢，是从一个皮肤根本开始做修复。它还有一个主打的成分呢，就是酵素复合物，它可以帮助你呢在二裂酵母修复完你的皮肤以后，再帮助你稳定修复后的皮肤，而且呢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皮肤还有炎症啊什么问题没有修复好的话，你其实不管用多少护肤品都是没用的。质地呢是蛋清状的质地，流动性很强，它质感呢也是很清透的，所以说非常好吸收，也很好推开。我觉得它在初抗老的产品里面，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接下来呢，我会用到无印良品的乳液科研式的防晒。天，换一个美瞳。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妆容部分，直接画底妆。底妆我用的是 Physicians Formula 的元气舒缓粉底液。我昨天研究金泰亨的妆容嘛，我觉得他的妆容就是那一种温柔挂，但有没有感觉他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柔的，就是温柔可爱。接下来呢，我会用到一个提亮他们家的这个高光笔泪沟 TG。 我觉得长得像泫雅有一点困扰，就是不管怎么化妆，画着画着就像泫雅。接下来是修容部分，然后对焦对焦对焦对他的鼻子呢是那一种哇小巧的，然后一点攻击性都没有的那种鼻子，我要在人中这边打一点修容。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蛮正的，色号是35。我昨天在分析他的妆容的时候，我都想说，哎呦，他怎么那么好看？眼妆很淡很淡很淡，男 idol 的舞台妆里面，他算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妆容了，这么淡的妆还能那么好看？我能再沾一点橘红色眼影在双眼皮的褶皱处。接下来的话是眼线，但眼线就是一些小小细细长长的一个内眼线，又是我那一把用破的眉刷。上个视频我已经 Q 了这把眉刷，已经破成这个样子了，希望有牌子可以寄给我一套，但是还是没有人给我寄，我已经自己去买了。靠父母你顶多是个公主，靠男人你顶多是个王妃，靠自己我才是女王。她的这个妆容其实基本上就是头发会遮住基本上大部分眉毛，我就把眉毛这些空隙的部分舔一下，用的还是我的老爱用这个植村秀的眉笔。鼻子然后这边稍微弄一弄，因为他在 MV 里面他那个嘴巴还是蛮嘟嘟的那一种。涂一个唇膏，这个唇膏很好用哦。我现在先去把衣服换一下，然后再把头发给搞一下。我好像感觉到一些不妙，这条裤子完全就是老年广场舞的裤子吧，敢卖100多，金泰亨本人会穿这么没有质感的衣服吗？这是合理的吗？现在这样是做什么啊？不管他，我们把头套给戴好，我觉得头套戴好应该better。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把假发戴上去，哪边是前面的？这顶假发是均匀的，完全不知道哪边是前面的。在哪里？摄像机在哪里？在哪里？我找不到它。金泰亨，对不起，金泰亨粉丝。
我想问一下店家，到底是谁给你脸，到底是谁给你勇气敢说是你假发是金泰亨同款的？金泰亨本人听到会开心吗？那我觉得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我现在马上开始舞蹈。我觉得我的舞蹈天赋是可以弥补一下我现在目前这顶假发的这一个不足。 1, 2, 3。今天这首歌实在是太难了，我要换一首我更熟悉一点的歌曲。我还蛮喜欢他们那个 Fire 的，我在跳里面 Fire， 愿不愿意给我再一次机会？把愿意来的公屏上。불타오르네偶像太不容易了，做偶像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跳这个舞真的太累了，而且他们做造型啊什么都太不容易了。那我为了弥补我的这个仿那么难看的这个过错，我向大家在最后安利一下，金泰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idol，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大家笑过就笑过了，只要看到金泰亨直拍过的人都会忍不住说两个字，就是好绝，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哎，但是我还是想说祝金泰亨12月30日生日快乐。不认识金泰亨的今天可以开始了解这个男孩子，然后如果喜欢金泰亨的呢继续一起喜欢。好，那今天这期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我，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麻烦给我一个3连加一个关注哦，我是芝芝，拜拜。